一名妈妈日前带着两个孩子搭捷运时，因小孩在车厢里不停吵闹，被另一名男子嫌小孩太吵并制止，没想到两人却因此气炸发生口角。车上旅客立即按压被讲机通知，两人随后也被请下车。这一台车我刚没有听到编号，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监视器，他刚穿过来要直接打我小孩，还有他在这里直接骂我跟我的小孩是神经。所以那个人，我要告公然侮辱。那个人是在车才是出来的，在车刚刚出来了，他刚已经说我要去关门，就放他走了，还是我再直接打1999。路人在月台情绪激动大吼说，男子想要打他小孩，甚至飙骂他的孩子，但一男子早已被捷运保全拉开带走，让路人无法接受并对男子提告。马上报警！马上救命！我跟你讲，等我的时间。